美国一边毫无根据地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指责中国，另一边滥用世界领先的网络技术，实施大规模监控窃密。几天前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年度报告显示，过去一年，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，对美国民众的电子数据进行了多达340万次的搜查。美方除了侵犯本国公民隐私，还对其他国家甚至盟友伙伴进行大规模窃听、窃密。近期，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发布了系列报告，揭露了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进行恶意网络活动，美方尚未做出任何解释。抹黑别人，洗白不了自己。事实早已证明，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黑客帝国、监控帝国、窃密帝国。美国应当深刻躬身自省，停止针对中国和全球的网络窃密行径，停止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向他国泼脏水的行径，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网络空间行为者。相关企业也应该秉持专业精神，避免沦为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制造虚假信息、抹黑他国的帮凶。